这是一座古老而神秘的窑厂，它能把矿石、泥土与窑火幻化为稀世珍宝。当这个器物从窑火中脱颖而出时，它拥有了晶莹剔透、如冰似玉的肌肤。汝官瓷，由于烧造的汝瓷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流入民间，所以汝瓷存世稀少，成为陶瓷界注目的焦点和世界各博物馆争相收藏的宝物。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20几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2000年6月，河南省宝丰县这个偏僻的清凉寺小村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发现了一批千年难得一见的宝物。对主持汝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已有20多年的孙新民来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因为或许其中的一片碎瓷就隐藏着汝官窑的秘密。名列宋代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因地处河南古汝州而得名，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誉。这些专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瓷器即汝官瓷，简称汝瓷。汝瓷之所以被称为五窑之魁，魁就魁在它独特的颜色天青色。汝窑最会受大家欢迎，主要它这个天青一种。这个天青一种后来在这个北宋官窑、南宋官窑都放这样的釉色，但是就目前来看，汝窑的天青釉色应该说在北宋时期达到最高峰，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发现比这个汝窑的天青釉色更好的这种烧着更好的这种釉。为了烧制釉色独特的汝窑瓷，工匠们不惜工本，选以名贵玛瑙入釉，以致使它的工艺更加精湛，最终使汝瓷呈现出脂如堆脂、面若美玉、莹润纯净、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因此历代皇帝都把汝瓷视为吉祥之物、镇宫之宝。汝瓷在南宋初就显得十分珍贵，到了元、明、清各朝代更是深藏宫中，直至清末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汝瓷才流出宫外，几百年来可谓弥足珍贵，有价难求。作为汝窑呢，也是目前咱们所知道的保存就是传世品保存最少的一个瓷窑。按照目前我的统计吧，就是全世界现在传世的就70多件。家有万贯，不敌汝瓷一片，这是民间对汝瓷的认识。时至今日，汝瓷的价值不断攀升，
海内外收藏家对汝瓷更是情有独钟。1992年，散失于民间的一件直径为8厘米的北宋汝窑瓷盘，在美国纽约拍卖时，成交价为154万美元。而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中，一件宋汝窑三西尊以5000万港元易主。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窑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为千古之谜。为破解这个谜，无数的古陶瓷专家学者为此费尽心血。就在解放初1950年呢，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陈万里先生呢，就专程来河南寻找汝窑。他当时跑了河南的不少地方，当时的临汝、包凤、庐山，这个回去以后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汝窑的我见》。从60年代，当时呢，就是主要找到的是米窑烧造那些瓷器，因此没有找到汝窑。清凉寺到断电，一天近万贯。一句流传于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贸易盛况。74岁的王刘县老人，老家就在宝丰县的大营镇，家距清凉寺不足4公里。自从他进县文化馆后，就把传闻开始当作一项事业去研究，汝窑会不会就在清凉寺这一带呢？1985年盛夏的一天，有人告诉王刘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有户人家的红薯窖塌了，无意间露出了一个瓷器。王刘县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了清凉寺村。这到了一看，叫我一惊。虽然说不懂的叫我一惊，因为啥呢？那个东西啊，猛然一见，在你的这个眼前。有一种雾光效应，那就是这个雾光效应很短时间就消失了。哎，这拿着看看，我说这东西能过去刨瓷弄啥？刨着我都跟这一样的，说没有，过去没有见过这。最后，王刘县毫不犹豫地借了600元钱买下了这件从未见过的瓷器，但是。它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呢？王刘县的心里也没数。1986年，王刘县带着从清凉寺出土的那件瓷器，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这次会议即将结束时，他找到了当时著名古陶瓷专家、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哎，我说王馆长，我带件东西你看看。他说啥？我说如此呀。他一装，他拿去一看，哟，哎呀，你就是这么要我看。一年后，王刘县意外地接到了一封从上海博物馆寄来的信件，跟87年王庆正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是说啊，你看到你那件东西基本完整。希望你能拿到上海来和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汝瓷进行对照鉴别。高兴的王刘县立即乘上南下的列车赶到上海博物馆。当与馆藏汝瓷对照鉴别完后，上海博物馆给王刘县颁发了国家文物局的奖状，并发给了5500元奖金。王刘县老人当年花了600元钱买下的这个汝瓷器，据说现在价值近1000万美元。1987年5月，上海博物馆依据他们在清凉寺采集到的同传世汝窑器完全相同的46块碎瓷片，
和王流献捐献的汝瓷器，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的发现。为找到汝官窑所在地，揭开它神秘的釉料配方和烧造工艺，以孙新民为主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在这一年开始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第一次视掘。就从考古发掘来讲，这个咱们是第一次做了考古视掘，当时开了两个探访，就发现了有十余家比较完整的，就是可以复原的这样的汝窑瓷器。这个就从考古上证实，这个宝丰清凉寺就是汝窑的产地。在随后的两年发掘中，孙新民的考古队尽管也发现了一些汝窑瓷碎片，但是大量发现的还是民窑的产品，它们并不是汝官窑。十年后，1998年初，考古队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第四次重点挖掘，他们先后发现了四座烧制民窑青瓷的窑炉，找到了汝窑瓷器的单独烧造区，在此之前发现的多是混烧窑炉。但是最为关键的汝官窑瓷器的中心烧造区一直扑朔迷离，不肯与考古学家们谋面。这个在发掘的间隙中间，就是清凉寺村民有个人给我们报告，就是在清凉寺村内他们挖了个地窖，这地窖里出有些瓷片，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就立即赶到现场，当时在这个现场啊，就是他挖这个坑的边际，已经回填的坑边际呢，就捡到了有几十片这样的汝窑瓷片。我们就感觉到这个非常重要，因此报请国家局批准了。1999年我们在这做了视掘，发现确实就是真正的汝窑的中心烧造区应该是在清凉寺村内。但是面对清凉寺村密密麻麻的民房，孙新民却犯了难，发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个钻探呢，我们看不敢肯定这里就是汝窑烧造区，因此我们这个搬迁村民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如果说没有发现这汝窑，或者下面没有，就对不起被搬迁的村民。最后孙新民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毕竟半个世纪的寻找积累的经验使他们对这次挖掘还是有信心的。这个四户村民的下落呀，我们在2000年时候就开了这个就是有500平方米，就十几个探访，当时的瓷片堆积呢最厚处就达到20厘米这么厚度。而且咱们拿回来的瓷片呢，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咱们整理呢，已经发现了有40-50种这样的汝窑的器类，比传世的汝窑器类要多得多。毫无疑问，宝丰县的清凉寺村就是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一直苦苦寻觅的北宋汝官窑瓷器的中心烧造区。北宋以来，汝窑青瓷工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不仅保持了汝窑的传统瓷艺，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烧造出一批精良作品而博得北宋皇帝的赏识。在这幅古画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桌上陈列着许多的瓷器，足见那个年代瓷器业的兴盛。而此图正是宋徽宗皇帝亲手所绘的文绘图。也许如果没有宋徽宗，就没有汝窑的辉煌。徽宗不仅书画技艺精湛，还十分喜欢瓷器，是他首先肯定了汝瓷的精美。南宋史料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所指正是徽宗下诏书弃定用汝的决定。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宋徽宗对汝瓷的最佳赞誉。短短的20年间，昙花一现，汝窑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之中，它的烧制工艺随之失传。工匠们从1972年就开始尝试恢复汝瓷烧造技术的汝州人朱文立知道，仿汝窑难就难在仿烧釉色上，于是他从汝瓷片书本中不断地搜寻着与汝官瓷有关的一切信息。后来朱文立从一个活人祭窑的民间传说中悟道，天青釉色或许跟骨头有关。那么骨头的成分是磷或钙，是不是磷或钙对天青色起到主要作用？因为磷或钙它本身它不是着色剂，这让我到拿骨头石，各种骨头石，你把手机猪骨、羊骨、牛骨呀，一切骨头，因为人的骨头和这些动物骨头它多少有点区别，但是大同小异，所以后来一直烧，把它搁到火里烧，就一直出现不了这种色的。后来想着把它堆到釉子里边，就是从1两或者1斤在逐渐往上添，就是把釉色里边添加不同的含量的这种骨头，但是也不行，从不出现，一点天青色不出现。无数次的失败让朱文立真正体会到了烧天青釉难，难似上青天这句话的意味。1987年4月，朱文立决定再烧一窑，如此窑再烧不成功，自己就永远不再烧什么天青色瓷器了。
这一窑连续烧了三天两夜，停火一看，里面的瓷器仍是豆青色，朱文礼彻底泄了气。五年，等于说五年精力白费了，又走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毫无效果。所以我回去以后，那一直晒了，那可能晒了几天，那熬了那一三，那已经烧三天两夜，那熬得非常狠呀。回去蒙着头，啥也不想了。到出窑的时候，整个窑啊，打到中间，那偏偏出现了四件天青色，那窑可能装一百多件。就那四样天津水。为什么只有四件能成天青色，而其他的却不成呢？这种神秘的窑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为找到准确答案，朱文礼又连续烧了几窑，终于他发现了汝瓷窑变过程的秘密。它随着温度下降，它有神秘的变化。它火下降二十度，到这窑冷了，冷下降二十度以后，再跳出来是月白色。那么再下降二十度，再跳出来一看，它变成蓝色。下降八百度，跳出来以后，它是天青色。所以朱管子为啥难呢？它不但在烧成过程中窑变，它在烧成以后停火，它还要窑变。就这样，朱文礼经过五年多的研制，先后调试配方328个，在1500多次的失败后，1987年5月，他终于使汝官瓷的天青釉重回人间。但是仍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从800多年前的北宋到今天，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天青釉色还是时隐时现，它的出现最多只能占到一窑百件瓷器中的10%。也就是说，现代汝窑精品在烧成工艺上仍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汝瓷烧造非常不易，它对釉料的配方和火候的掌握都有极严格的要求。每件瓷坯在窑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受热程度不同，产生的窑变效果也不一样。即便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研究人员仍然很难对窑内温度进行严格控制。面对一次次的失败，研究人员在感叹汝瓷烧造工艺难度之大的同时，更为古代工匠们的智慧所折服。稀世珍贵的汝窑，通过人们近千年的探寻，终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而现代研制的汝瓷也以大气、典雅、宁静的气质和不带任何华丽装饰的自然纯净之美而被世人追捧。一个原本消失于历史深处的古老而神秘的英国，因为一件器物的神秘出现而渐渐浮出水面，显露于世人面前。请收看下期播出的系列片《中原大发现之失落的古英国》。